璀璨繁华的背后，偷拐抢骗，藏污纳垢。这个人做这么多事，他是想骗你们钱。当时是大好人，管你们巡捕什么事啊？老千横行的上海，正义巡警要如何以千制千？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人家千门八将啊，你怎么跟人家斗嘛？叫我做老千，要抓老千，首先要做老千。黄宗泽、徐子珊，经典悬疑港剧《千谎百计》，就在晋阳戏剧台。